知道玩啥就随机挑战吧。第八题，自分の実力で勝つってばよ。哇，我小迪，我心心念念的小迪就已经来了，起飞上天，助我！这你能拼过我？就你那技能能拼过我？这超远，他踢了超远距离的普攻，拉起来，摇人，先来先挨一趟，有摇人就赶紧摇人，打的就是人多，自古打架单挑干不过群殴啊！赶紧上升天，成功的躲开技能，哟，忙啥呢？大哥，你把自己忙没豆了。这普攻稳的稳的一批。第二个真空步止水，兄弟们碰见止水千万不要轻敌啊！现在止水增强了，很多老玩家把止水玩得炉火纯青，我在绝对堂里面已经碰见了不知道多少次了，他们把止水这个熟练度玩得简直有点丧心病狂了。你觉得你一些新的强势忍者，你碰见这些老忍者你能暴打他，可是结果呢，你被他穿了一下穿了一下，哎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止水就有点普普通通平平凡凡，歪了歪了歪了，放反了，没事扫起来，这也接不了啊，来先起飞送走小迪嘛，拉扯，你看让他踢在原地就行了，用普攻拉扯他还是没豆了，忙活来忙活去，你终究是那个没豆的少年。摇人直接起飞，嘿嘿嘿，还有一个鹰爪啊，走了，好了兄弟们再见。